Qu'est-ce qui lui est arrivé? Il est ivre. Il est ivre? Oui, c'est mon ami. Vous pouvez m'aider à le conduire jusqu'à sa chambre? Oui, bien sûr. Mais quelle chambre? Il m'a dit chambre 520. Chambre 520? Ah, elle est là! Je le tiens. Pouvez-vous ouvrir la porte? Merci. Ah, merci. Ok, j'ai la carte. Merci. Attention. Merci beaucoup. Bye. Merci, bye.那时候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呢？说什么？你也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你。我虽然爱的卑微，但是我不想连最后的尊严都没有。有可能那一天，你和秦野都被人设计了。 你之所以认定我和秦野是杀害齐磊的凶手，是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你，他看到我们发生过关系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和秦野发生关系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呢？什么意思？那天其实和秦野真正发生关系的是胡文熙，我找他确认过，他也承认了。胡文熙。 前秘书，对。<笑>哎，你觉得这是很荒谬，对吧？可这就是事实，他背后的胎记可以证明这一切。胎记？5年前的那天，秦野他喝醉了，他把胡文熙当成了我。当时他看到对方背后有一块胎记，直到前不久，他又看到了那块胎记。 才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发生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像是一个误会，可我觉得这一切并不简单，这里面一定是有阴谋的。那如果是阴谋的话，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些我还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和齐磊误会我和秦言了。 说的这个事儿，我确实觉得有点意外。那像你这么说，我确实误会你了。事实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查证。但是，我不希望你再继续针对我和秦言。如果你真的是齐磊的朋友，你应该把你的精力放在查找真正的凶手上。